哇，那应该看他的，哎，看他会不会有参加这个，就是大概压一下国军。对，看这样就想去比扫地，他到扫地是2024年5月4号，好，要办的活动，那可能就是这几年才参加去比扫地，才参加去比社群活动的，应该比较少听到，因为疫情中间就是疫情中间，然后刚好遇到10周年，所以。今年是4年之后回围的两年一次，但是四年上一次是4年前。对，那我们下一次5月4号、5号办在中研院。那如果你想要一起来查公民课件的剧情设分的话，现在就是正是时候。那我们现在查询目前还在征稿中，就是查询的话，就是同时会希望了解说，无论你是对科技、对公民科技，然后对用其实是改变社会。或是你对就是目前的公民关注各项的议题有关系的，对，甚至说包含今年也列入一些比较新的，比如说像王玉迪啊，然后 SDG 啊，然后资料治理啊，和政府和公民科技和社会有关系。对，如果你的主题列在落在底下任何一个环节，或是没有落在任何底下一个环节，都欢迎来投稿。那甚至说你在我们的投稿网站可以看到目前的投稿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想要写什么。除了今天就是可以上网去看说其他人投了什么稿之后，也欢迎就是来场地的，就是小谈，就是跟我们聊聊，甚至我们可以现场指导你说哦，可以怎么投稿，大家可以写什么方向。那 Purple Paper 的话，其实今天理论上是明天截稿，就是10号截稿，对，所以但是目前大家好像都很想压死线，所以听说目前达标率大概是30%，所以拜托大家不要压死线，就是等下去。赶快投稿！对，如果你有什么想写，你可以先去投稿系统开一个稿件，然后再慢慢写。对，那当然，疫情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投稿部分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参与，就是扫地筹备的话，其实扫地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投稿，比如说详细的地方怎么进行，然后社群会要怎么办，其他的就是包含其他的 NGO 去做结合，然后有没有要办小型的课程，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讨论。那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缺不少志工，包含就是协助中英文翻译的朋友，然后说像宣传组的社群监督小编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一起帮忙的话，欢迎来就是成立2024 Bootstrap 一起练习。那目前我们还有7人组的投票，是因为大家如果对这边的纪念品有兴趣的话，咱们这边会制作纪念品。对，如果你想要就是有想要我们做的东西，欢迎你来填表单。那我们会分高价低价纪念品，然后你也可以针对定价去跟我们做回馈。可以没有听成，但是不能没有买到纪念品。对，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现在投票的话，现在可以扫描 QR code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扫描的筹备，全部是公开在就是 GME 的 Slack 上，所以如果你是对社群媒体设计网站或者是议题有兴趣，都欢迎来扫描，就是再找我们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